哎，为了为了为了，起来起来起来，站过来讲话。魏良啊，魏良，老夫自从挥军破旧襄阳，丧尸回朝，少不免心浮气躁，若有不情嘛，万勿介意。相爷言重了。魏良啊，识才间所谓美哉少年，他到底是谁人啊？小事小事，老夫杨戬，36，小过多个未为福，何妨已还愿那陪有陪公啊，古有责。无礼杨志阿青，引领娇花冷落后门阿通，问一句你呀，为阿娘是否有怨提红的叶，欲靠寒时空的水送流红啊，再问句你为阿娘，倘属已美哉少年，老夫可把妆念来贴卖送，还你自由化身，成就了神仙眷属，让秦女跨凤消失声浪啊，有道丞相福来可撑船，为娘不用惊啊，我啊恐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快快讲来呀，相爷。用于作妾吧，则与淑房阿同啊。有道妾者小声也，气清则明，阴霾则灭。所谓娶妻迟终贵，扬妾的已如情者，招可以寄赠于人，晚可以收回还阳啊。如我如人，一为我缺，实无节之可言啊！哎呀，魏良啊，魏良，你是错是齐，对老夫实无关轻重啊！相爷啊，所谓事无饱学不全，女无真情难悟，解得真情者。为桥畔少年儿，相爷，愿方柏得随琴下去，不为演唱入彩楼。啊！看将起来，你沉吟了吗？我宁为情事，不为妾生。哎呀呀呀呀！跑来呀！哎，跑来！在国之人，你出处寒微，正是居无身，凭
何以你意犹未足呢？宝师有吗？玉啊！
断肠消息。当年我魂魄无依，黑日自清凉，三柱。你话真假？
Thank you.
女主人梳梳你桥畔美人低还浅怨，佢衣服上绣有梅花朵朵，今见竹篱之内红梅盛放，不如偷摘一株，归去供奉案头对花怀人，也可稍为相思之喝呢。好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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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莲香未摘红梅叶，仓皇跌落绣竹帘。衣冠不正闲泥土，失意怕被人亏欠。唉，正是有意莲香无心泄欲，又幸庭院无人啫。唉，真论尽，倒不如速走为妙啦。青莲十斗青丝难，双枫三杯秋胜前。落花又杏花唇露，终难得配才子。太文，弊啦弊啦，离我有人拍门添。我都不知如何应付了，太慢了，都要硬着头皮开门相见了。